群落这岛八辈子起来了。就你这样群落，压死你都那么轻松了。你说你今天饭都不做，就这外卖有那么好吃吗？我觉得好吃，我觉得有营养啊。我上了一天班，我回来我还得自己做饭。你别忘了，当初是谁哭着喊着娶我回来的？这些东西都扔了就行了，都扔了。那老太太回来冷干吗？这活干不了。没事儿，让我给支出去了。哎，那行，能干能干，行。
你的，老太太没啥说啊。妈妈怎么会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给我慢点了啊！